出版界的建筑大师，二零二四台北国际书展，基本形式一直到二十五届期，在台北世贸中心之馆来举行。第二摆总共有37届参展国，国内外参展界出版社超过了500件案度。除了有所谓主题馆界 AI 互动装置，下春会第二摆也是头一摆嘅参展，希望增加客家出版品不应看到嘅机会。2, 1, press the button in front of you. 向贵宾热烈掌声，来恭贺我们的2024台北国际书展正式启动。出版界年度大事情，五空二四台北国际书展二十九旬正式开幕。今年主题是“一兔草龙”，每周请荷兰做主题馆。总统蔡英文就选做开幕仪式，每期老老累。通过阅读，我们可以穿梭在不同的世界，探索如海洋般广阔的知识，也激起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文化和思想的浪花。除了基本的书展外，另外书店都改所谓主题馆，还加系用 AI 结合互动装置，本土家制作出一本收集世界嘅电子书。所谓做知识版型收集嘅互动问答 ，AI 都会做分析，每套签名版型一本专属个人嘅电子书，甚至有形式实现强登高。其实咧系业者为到推广电子书想出来嘅创意。玩到可以把照片变成另一种感觉，很开心。需要写，需要打名字，然后要选自己想要的优点。在国内看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，可是真正有买过电子书的人没有很多。那我们的数位主题馆有一个很大的任务，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触数位阅读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直接让大家创造自己的书，而且自己的书还可以经过简单的心理测验，就直接上传到国内书城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充满荣耀的分享自己的书给更多朋友了？台电 VR 互动装置都抢起前线许多屏东五桥水客家中，含有四海太平安各种强调嘅有声书，提供读者无穷款嘅感官体验。客家专门嘅书，每头一百套书店店出。客家文史，你莫是特别亲，你是唔地讲。原来还有很多人很很什么底下写客家的东西，然后客家文史留下来，所以我哋是想讲搭帮了摆机会，爱你来到国际的书展，介绍客家的书，本台家地，每本台家做在集群客家。客家传播基金会头一摆参展台北国际书展，展出客家界出版品，希望透过国际书展嘅眼潮，提升客家界能见度。客家新闻林金洲刘义平台北报道。